管泽元与双分手内幕曝光，看清 Cat 留下的评论，网友细思极恐。在我们 LPL 赛区当中，有着非常多优秀的职业选手和工作人员，在这些工作人员当中，解说和主持人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存在。很多人都认为管泽元是人生赢家，因为他的女朋友雨霜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主持人，两人之间的互动也是非常的有爱，因此在 LPL 当中也是流出着要抢雨霜的梗。不料在近期的时候，管泽元和雨霜却宣布了分手的消息，让很多人都表示猝不及防。因为猫皇首先是评论了一个看起来非常微妙的表情，让大家都感觉有点不对劲，随后他也是把这条评论删除了，重新评论了一条双姐加油。在看到这里的时候，很多网友都表示细思极恐，看来 Cat 应该是知道了一些内幕，只不过他也不好说出来而已。并且在发出这个表情不久后，他可能也是觉得不妥当，最终才换成了给鱼霜加油的一句话。因此很多人也是表示，看来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，